如果我们选择寻求希望，那个大蘑菇能把我们弹射上去。我们可以借由跳上这些大蘑菇来绕过去。找到一枚古金币。稍坐一下，恢复体力。
我们走。稍坐一下，恢复体力。该来点炸药了。再退后点。灯火者人手不足，为了让阿拉西人得以生存，我们必须在巴莱达尔之光笼罩的地方定居。黑暗造成的威胁，就连耀眼也无法阻挡。协助我们吧，外来者，成为我们在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吧。